小爱同学的坐垫到喽，来拆拆看看怎么样。小爱同学的这个书桌经常有笔的划痕，我们就根据这个桌面的尺寸定制了这个坐垫。对，这个还挺软的，还这个也没什么味道，不该看看。哎，挺平整的，看着还不错，像跟桌子一体的。它这个颜色有很多，我选的是奶油色，是不是很好看？要不是听说这个坐垫房屋，我都不让你选这个颜色，好看不赖脏。我们之前不是买了一个素素油画吗？一直没时间玩，今天给它 玩一下。吓人啊！那么多图案，你为啥要写这个？挑战今天用3个小时给它画完，这太夸张了。这个是颜料，18个色，这个是一张图纸。好像是我们到后面看不清楚字母了。啊，闪瞎了我的眼。这个水太满了吧？没事，可以。好好好。要开始了，玩这个很解压是吧？嗯，蘸点水，先打开酒。这是一片玫瑰花海，你们看出来了吗？从酒开始画，好解压，好解压。第一笔都画到了布上哟。这个特别训练专注力。有点，我有点好奇，这个桌面到底防不防污？谁呀？你还真的到上面站一下，擦一下。挺神奇哦，一擦就掉了，你看很干净，剩下水哦。好，你可以随便照了，没事。好恐怖啊，你怎么挑一个这么有难度的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这么好看。你喜欢今天酒可能都花不完，快1个小时了。你们预测一下这幅画完得多长时间。我说给刘雪帮忙，他还不让，还嫌我画的不好，害怕给他画错了。画这个玩意就是解压。对了，就休息一会儿。嗯，这是之前我跟妈妈共同的杰作，因为这个那个涂色面积比较大嘛，所以我才敢叫妈妈和我一起画，一起涂。但这个因为妈妈眼睛有一点点近视，不相信我。对。这种大面积的它简单一些是吧？刘雪的这个就难度太大了。它需要用笔。一块一块的给它找，一块一块给它描，不然这个笔要给它吸起来，然后这个颜料给它盖起来。你小孩就放在这桌上，还好好擦。休息去了。对，这个不能玩时间长了，费眼睛，劳逸结合。